王总，能再给我10分钟的时间吗？可以，陪我跑完步，我就给你10分钟。行。 说吧，10分钟。你爱贺峰吗？我爱贺峰，所以我可以不顾一切的去求你。即便你怎么折磨我，我也会笑颜以对。但你不会，比起贺峰的处境，你更在意你自己的面子。你没资格在这跟我指手画脚。有没有是一回事，愿不愿意是另外一回事。为了让他低头，你可以用他的事业去逼他。 这不叫爱，这是占有欲。汪小安，你有时间在这儿和我长篇大论，不如好好想想自己有什么资本能帮贺峰。